随着世界女排联赛的结束，东京奥运会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。目前各支女排球队也陆陆续续公开了自己的参赛名单。由于奥运会仅能12人报名，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，每个位置都是需要斟酌的。目前就有4支球队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奥运名单，分别是美国女排、巴西女排、肯尼亚女排和阿根廷女排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，最终期待的还是中国女排的12人名单，以及意大利、塞尔维亚这两支强队的名单。其实目前来说，中国女排的主力整体框架已经非常固定，朱婷、郑常宁、李盈莹、丁霞、姚迪、龚翔宇、闫妮、袁心玥、王梦洁这几位球员的名单基本固定，剩下的就是替补阵容，如王媛媛、杨凡玉、刘晓彤、刘云涵、林丽等球员之间的选择了。至于最后选择谁，对于郎平和教练组来说，都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。